后去安排，然后为这些孩子们准备礼物，是，所以真的是讲一讲的让我眼眶又红了。你知道当了妈妈是更爱哭，现在不能够直视，如果跟他对望，然后我又想哭了。对，当我们我其实是个哭包啦，哭包就很爱哭啊。其实我们听你的歌曲，我们才会受到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哦，谢谢。对，也有很多小朋友，待会儿会有表演，你们喜欢唱我的歌吗？对，待会儿知道你来，也会就是唱你的歌曲。啊，那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站在台上，真的吗？纪念这一刻。哇，真的是掌声鼓励鼓励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